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视频，然后想要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抽奖的一个游戏。我们这里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培乐多的一个粘土罐、彩泥罐，然后呢是需要大家踊跃的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呢是怎么样来参加的呢？首先呢你是需要就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然后这样呢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参加我们游戏的一个资格吧。然后在我们的 YouTube 上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屏幕的下方呢订阅我们整个的这个视频，然后给朋友们然后分享。然后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视频里面有多少罐这么培乐多的粘土，然后你需要猜大概这里面有多少罐培乐多的粘土。你们不需要就是完全猜对大这个粘土的个数，但是呢你们可以就是猜大概它有了这个个数，然后如果你们赢得了这个猜对了的话呢，就会赢得我们的一个奖品。如果你也可以用把你的答案呢写在我们的屏幕的下方，也就是在你的留言处，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你定时的一个发奖。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再重复一遍，就是在你的这个视频当中你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多少罐我们培乐多的粘土，总共就全部加在一起，就是在我们这个视频当中有多少罐培乐多的粘土。然后作为奖品呢，我们会有这两款玩具，然后第一款呢是我们的培乐多，然后是一个早餐盒，然后这早餐盒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工具，然后总的这个盒子呢也是一个面包盒或者是一个食物盒，然后或者呢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就是小姑娘可以拿来编织板的这么一个玩具叫 Lovely Loom， 然后在我们的相关视频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过，适合于我们3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通过它呢来编织出非常多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一个手链。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培乐多的一个罐子，然后你们可以再看一下，然后大概估算一下里面还有多少罐这个培乐多的这个彩泥，然后在11月30号之前呢可以通过在下方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赢得我们两个玩具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希望你能够喜欢，不要忘了也一定要参加我们这个游戏的一个环节。我祝大家非常多的一个好运，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